什么呢在这？快递呀，拆不开。哎呦，你拿手肯定拆不开呀，但又需要用工具。我手。哎呀，手那么黑呀，怎么？得需要用这个小猫爪的小工具才能拆开呢。哦。打开看看。妈妈，你怎么那么笨呀？你都开到了，都不知道哪是前哪是后。打开看看什么呀？这是。哇。等会儿你先猜一猜，猜猜啊，吃的不对，玩具不对，那我哪知道啊？你打开看就知道，快打开吧，嘿嘿，天天的卖关子。我就不告诉你，看看这什么呀？吃的，哇，玩具，我看，哇，这个好玩。妈妈，我们没来拆开过，我们看看怎么玩的这个。好嘞，你把它打开一下，有两个呢，你和妹妹一个人一个，我怎么看里边还个小鸭子？时候用，拆开呀！我不知道口在哪里。哇，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？这是小猪猪。哇，你那是个小猪猪，我这个是个小黄鸭。这怎么玩儿？这个哦，应该是灌上水往外喷，是不是？走去灌水去。先接上水，是不是？好了。小猪猪这样。把盖子拧上。来，我看一下，给我摇晃一下。啊，摇晃一下，哇，这个小猪猪飘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就这样对着你看，哇，我一次洗澡的时候可以用，可以出去的时候打水仗，嘿。